新闻不应该被夹杂在冗杂的其他视频里。如果说一件事的热度全靠看的人多拱起来，那看娱乐八卦的永远比看新闻的人多，那就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方向。这个最近啊，有一些发生了很久的新闻，我是通过别人的评论区才知道的。我猜啊，短视频平台的视频推荐机制跟个人偏好、跟这个视频本身的热度有关系。一个视频看的人越多，热度越高，被推荐的范围就越广。可新闻是有时效性的，短视频平台的视频推荐机制不能保证新闻第一时间被大家看到，得等热度起来了，大家才能逐渐发现。这个现象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日活跃用户数量好几个亿的短视频平台最初也不是奔着做新闻去的，可眼前的情况是估计没有新闻软件的日活跃用户数量能干得过这些短视频平台，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用户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短视频平台是不是有必要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新闻平台的作用，对于国内外的一些重要事件给予流量倾斜，以及可不可以在推荐这溜上加一个新闻栏？新闻是有必要被单拎出来的，它不应该被夹杂在冗杂的其他视频里。如果说一件事的热度全靠看的人多拱起来，那看娱乐八卦的永远比看新闻的人多，那就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方向。所以希望短视频平台们能根据目前的情况考虑一下新闻的问题。热点不等于新闻，新闻需要被单独归纳，用户也需要在这个嘈杂的视频环境里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我是一个学了4年新闻的古代文学博主，听历史古文就搜七月白泽，咱们下期再见。